我宣布港珠澳大桥正式开通。港珠澳大桥已经成为我国从桥梁大国走向桥梁强国的重要标志。要将港珠澳大桥打造成为连接粤港澳三地的明星桥，大桥运营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继续发扬在大桥建设期形成的充分尊重、沟通协作的合作精神，建立和完善粤港澳三方的应急、救援、突发事件处理等方面的沟通协调机制，在一流桥梁、一流口岸的基础上，为三地居民提供一流的营运服务。要将港珠澳大桥打造成为香港、澳门和内地协同创新、融合发展的纽带，